现在大学生脑筋动得很快，常常会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表现。就有一群大学生凭着自己新奇的才艺，变成了同学眼中的达人，甚至还能够出书呢。饶舌，哇！现在大学生到底在想什么？很多新奇古怪的才艺，常常让人忍不住竖起大拇指，佩服佩服。我教你怎么申请女生宿舍。虽然我嘴巴很毒，但是还是有好人缘。因为就是出去外面，他都负责买单嘛。人缘能不好吗？没有了。哇，这些学校明明没有教，怎么大学生还会这些有的没的？难怪艺人阿 Ken 和纳豆都怪自己跟不上时代，就连大学女生小白也把打扮做成交战手册。里面还有介绍一些就是美妆小物啊，这些就是我们大学生必备的一些小东西，然后跟一些很硬的商品。既然大家学会打扮，歌手 SHE 的 Selena 也要带大家做出大学生最迷人的表情。看谁最萌！中天新闻李明德、胡诗音、杨爱弟台北报道。